瘦的一个白胡子。你去那边问一下，就是现在那个人不巧吗？他现在这个航班从客户那边恢复，他不能飞过去，他要来这边尝试做一些什么。你先不安全试试吧。如果说他要要求通行，你来 B02。过呀，你看能不能过去？如果不能过的话，就是一直。这个我给它立起来。无语，不是。